要么那啥。哎呀！咱家一下我知道。咱家的人，人家也耍了呀，真的。啊，你不给我打电话，你不想我？那中，礼拜六吗？中，礼拜六你给我联系，提前给我联系啊。连着我吧。气厉害呀！我帮你敲吧。敲敲吧，你给我发。不上班了，我今天，现在不上。马上困了。啊。好。再见啊。吃的药，那费心思。不是呀，是吧？你现在别忙呗，他现在干啥了？给我来打一枪，很干净，他给你吃的香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不大要不用，他香，我想跑。哎，打你那个跑的，哎呦，打那个。哎呀八十大了，当今的大事了。八十大了，你，今年马英在哪跑了？丢人！丢人！丢人！逮着老子跑了，老子在这个是多丑啊！你是不是没咋弄？你打了，你登了就妥了吧？那中。吃的。是啊，不能是。吃的。那没有。你要把它拆了，你看，他拆了那个栅栏有啥用？这栅栏，这栅栏，这栅栏有啥用？你要打中名，你以后就都拆了的了。啊，这我都不知道是啥。多好了。你也说，你穿上它也不好玩了。拆了门了啊。对。这栅栏你就该过了，你不能。啥玩意？拆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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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俺都是想弄你个大侄儿，弄弄妈的，啊？工农民为什么工农民就吃鸡巴了？那个工农民。你们发的这气，气下的好，你发不出呢，发不出。啊，就是大成这个局呀，大成这个。要拆我。出局，快点。对。我把跑一次，有多久了？我也等我个局一次把跑一等了。有多久了？你别走到局，走到局不中。我举个例子，你都跑不根了。刚才那个嘛，直接回到老家根会好一点。是回到根嘛？是吗？跑木根。狗子的话刚啥的啊？啥都用不行。啊，这不多多丢个跑。做的不三年，贴着老家根的嘛。跑跑跑，别人丢了。对，我都这个别嘛，都别我。没有没有别的。啊，都那。那教我吧。啊。那俺不去，俺往郑州了。那非对局来着？不对局咋中呢？厉害！出老姜，对了吧？不对丢丢满了，怎么？丢满去了，我操！啊，看不了。他到底讲我，他是我们局委讲我，或者我的弟弟。要不是你那个一家，你都没法走的。啊，哎，那个，回回那边那个局出不来，老局，老叫把那个局压了。要都养来了。他下一步又该自跑，看你怎么反正这个都压着，自跑打你的车，打你的，打你的马，打你的门，上不来，是不是？这可以，咋样不跟他拿？老点，老点，你不点了吗？不点了给你拆了。我瞧都不往前，别扯个闲。这厂里这家的都上不来呢，庄主一个小区都不行。这不再扯个闲，你干嘛？瞎了毛的，你个小狗，那一小鸡巴大门的，是吧？再扯个闲。不是他干啥？我滚！光光滚！老远了，那个屋里头都压大了。去广州，放去红米了。屋里头都压大了，压的不行了。红都，哎，他四点他不走了，他四点他不压时间。不压时间我也该炸。回来了，武汉站。四点都跑呗。经过以上，郑州路。终于平安了啊！现在说终于平安了，又不能跑了。妈的，少了！哦，好，行。哎呀！他不敢跳跳啊！你少吧，你这个，哎。
搞不上，大鱼嘞，大鱼嘞，叫大鱼。喊什么着急？鱼搞不上呀，喊跑不掉。喊搞不上呀，这鸡。你只能搁到这儿，他踩了你能举个人，那不中。还得丢块，那他还打他，那他还打你。下下的嘛，你跑去跑去打跑。我一次都没跑过。你上马他噎你。上马我举大把了，举大了，他等好他这举，他就把马给吃了。现在是大了举的，反正大了，怕打。往这儿走。哎呀，真气啊！啥意思？现在是大老距离。这个彩礼不还不中了？彩不都噎着你？啊，我真要。你搁那他直接把你敲巴了，他举举有根儿了，是吧？举有根儿。啊，那不是。啊，他的举有根儿。把马开了。啊，他的举有根儿。啊？不好弄。什么？了不中了，他是鱼过来，很简单。菜一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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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搁着那吃的那妈妈，他又给你菜了。你得看看你，你说搁着，搁着你腰也打你了，我想想不着。想不着，想不着，想不着。不中不中，这些人这些人咋不中不中嘛你？不中不中，快！我下午啊，接班啊，他带了这呀，那玩意儿，那不用时间，那是想多好，明白了。